真係超開心，勁興奮啊！孩之寶咧就終於推出呢個 X-Men 啊嘅真人人偶 figure。今次呢個限定版本咧就以呢個 Hasbro Pulse 嘅限定版本做推出，淨係個包裝已經係非常之華麗同靚，絕對就唔捨得拆開啊！讲翻内容方面咧，今次系就非常之咁丰富啊！而狼人咧作为男主角呢个吸引力啊，绝对唔低噶。以狼人卢根呢个完结篇作为真人电影咧首款限定咧嘅呢个号召力啊，已经系相当之充足啊！讲起个卖点，就一定系佢嘅真人头雕啦。你睇一睇就知呢个系 Hugh Jackman 啦。这个头雕是一个怒吼的样子，相当之全实。看看他的发型啊，那些发丝全部都是很细致的。面上面那些箭选的血痕呢也是相当细致的。他厉害的地方呢就是他有一个好像流紧泪啊，怒吼因为很愤怒而流眼泪的这个涂装的表情的感觉做到出来啊。狼人的特色就是他的武器就是这一对钢爪，而攻击人的模式多以是贯穿来做实行，所以一对染血的钢爪是非常合理的。可以看到那些血迹处理是非常细致，不是随便整上去就说是的。另一对手也是钢爪，就是正常的状态。Logan 的本人呢就是他一开头的西装白恤衫的造型啦。他另一个头雕呢也是非常似 Hugh 之积曼的真人的。除了似之外，另一个要点就是你感觉到他是有灵魂的。他这一 set 呢买这个价钱我觉得十分之值的了，我没有投诉了。什么叫做好头雕呢？就是你一眼望下去你认得出他是谁呢，就是一个好头雕了。你睇下佢嗰啲须啊，同埋老人斑咧，非常咁清晰噶。嗱，嗰对眼嘅眼神咧，真系非常之正啊，非常到位咧，你系觉得佢真系望住你咁样嘅。最后一个配件咧，我哋就讲下呢一个轮椅啦。呢一款轮椅咧，就同电影入面咧就有好些微少少嘅出入嘅。在本体之上面咧，佢个前辘咧就唔喐得，后辘咧就可以喐得。喺今次分享嘅完结之前咧，我哋嚟睇下一啲仿照电影情节嘅画面啦。如果你需要原图嘅话咧，可以去翻我哋嘅 Facebook 啊，同埋 Instagram 咧，就可以揾到个原图噶啦。在最后我还整了一些恶搞图，你千祈千祈就不要错过啊。喜欢我们的朋友就欢迎你们订阅我们，我们在下条片再见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拜拜。